我以为啦，是蔡护理。伊替我们隔离啊，我是伊的代理人。简单来讲，我即马是全全唯一的救星。所以我说了，应该安怎做？继续等绑匪过来。若是讲绑匪过来联络哦，会记的，教员的交代付钱，唔通变鬼变怪。我讲过，即马外口的事真正有够多，你若是学袂来。 后一届等候你的，有可能真正就是全全真正的镜头啊！你哪会知影假镜头仔的代志？安可甲我讲的啊！蔡慕林哪会知影？我真确定，我无甲伊讲着假镜头仔的代志。好啦好啦，你赶紧总结啊！我话讲到这，我就先离开啊。刚刚蔡慕林真正是绑匪，正南。 你讲我已经安尼修改剧本，你拢无点动哦。到这我要找到全全，我哪是唔想改剧本？我知影全全对你来讲真重要，也唔过你唔通袂记，即届机会对你来讲嘛真重要。你是一个艺术创作者，你应该甲生活中感觉痛苦的代志变作养分或做力量。你咪当甲这段时间的感受甲体悟拢写伫你的作品内底，安尼我相信你的剧本一定会做精彩的。 这我做袂到，迄过了代志是代志经过啦，这讲会出嘴。刚刚全全就是无吹到，你都拢无写剧本啊？正南，美国那边的电影公司是袂等你的，机会是。我讲我为着全全好去，你好机会，敢会用的？你搞这个是要创啥？若是对方连我后生发生这款代志的心情拢无都体谅，我干嘛要跟你联络？好啊，莫阁讲，若是阁讲。 你就是说别个，速速去啊！无想要跟你冤呐。啊，正南，我发现我的化妆包袂记得摕，你去替我摕一下好吧？王亚芳的新书就有，防备心也悬，伊的后头厝已经替伊家己拢穿好啊。 我今仔日讨袂到好处，我要倒趁伊行行的时阵，搁再进一步。所以我提醒你，后头厝会当总归改三千万啊！你给安可讲，把赎金提予关，提关到六千万，我一定要王亚芳来救我。安尼我才有立场，会当避离婚，放弃全权监护权。即摆叶志成甲少强已经知影全权去互绑架的代志啊！假使你真正把赎金提关，为两个兄弟仔伫咧，就等于有几个业家。 伫咧后壁支持，用你一个人的财力，敢有法度赢过叶家？就算讲王亚芳甲名牌救来，走去借钱，嘛轮袂到找你这个外口的查某借。你讲话可煞尊重你哦。我是用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，较尾你早算万算，算到最后，啥物拢无啊？我进前差一点仔就成功啊，伊若是提走我三千万，伊就要照实我的条件，甲郑南离婚。 结果嘞，安可手机也无去啊，这个交易就破局啊。即摆变作安尼，拢爱怪伊。你去安可讲，叫伊家己想办法收煞。若无，这交涉我会找你同齐算。我警告你，讲话态度是较注意。家己无才调，搁袂堪要人讲啊。我看你就差不多啦。无得靠阿金甲少峰，即摆凄惨落魄。 拢是恁两个害的。我即摆有心，情绪无稳定，你上好是莫惹我。我要讲的话已经讲煞，你会当落车？落车！ 袂走，家己仔顾好，伊是灾神爷，伊若是出什状况，我找你算账。啊！你即摆是把我当作你的细汉时，你若是想要留落来做工课，你就较乖啊。
正南会出现伫这个所在。我看到你弟弟是你后边。什么？喂？你敢有听到我的话？喂？那喂，是火烧厝。我总算是找到你，你讲怎样？这么侪个无你的消息，我真正要找你去。爸爸，你别哭了，我无代志。你们走几多？你想要做啥？你们也别来了。无，我真正做伟大。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你是安怎查到恁囝在这？人讲你是弟弟雪莉后边，我唔对，就知，真正是猪队友。你拄只出手，真正足凶的。恁即马紧转去房间，若无我就袂客气啊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想要安排了我的后事？想要做这种无天良的代志，阮救你的后生，你应该感谢阮才对啊！哪会讲我无天良的？你是真正好心要救我的后生，还是只是想要逼我家己好呢？你家己心内知知？我跟你讲，我拄才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随时会来。你若是无想要让人抓去关，你最好是紧走。啊！你想讲我这么好骗？既然恁无要听话。就卖给我出手！你到底是要做啥？你卖过来啊！若是过过来，我直接跟你拼命！好啊，看你有啥物本事啊！那是讲不走，妈妈会生气啊！紧走啊！啊，走啊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就要啊！你若是袂走，你好歹人抓去，我会更加艰苦。你紧走，就全别管我啊！你别管！妈妈，我抓住你！我是有咩代志？哎，你这个笨蛋，给他照片，给伊哦。你敢放鬼？我袂当你去伤害我后生。哦，你真正是无想要活啊，是不是？放手！我死嘛袂放手。你即马要回去救你妈妈是毋？真正是有孝的乖囡仔，啊，真可惜。你妈妈做代志太冲动啊，害你无机会投降。我妈妈即马安怎？你有心情烦恼你妈妈，不如先烦恼你家己啦。赶紧抓起来！袂遐用心，我教你啦。
你是要乖乖跟我走，还是爱我动手？你敢伤害我？这笔账我要做回算。伊只是一个囡仔尔，你哪会当这么残忍啊？你母仔囝感情这么好，当然送伊去陪你啊。妈妈，你母仔囝我也不好哩，你莫管啊。姐姐，妈咪抱你。我安怎？我今日就是爱摕到钱。我讲无就是无嘛。我爱钱。我讲无就是无。不给我钱，我就爱你的命。你爱我的命，你家己的命嘛保袂着啊。无钱嘛是死，甲你抬死嘛是死。既然安尼，我就甲你抬死，安尼就有人陪我做伙。我知啊，你也当去存上台钱啊！你讲较清楚，我当存上台钱。莫妮卡。莫妮卡。对啊，就是迄个演员莫妮卡，伊是这件代志背后的主谋。你莫有白讲哦。我无白讲，莫妮卡介入王亚芳的婚姻。伊跟阿公合作，被绑架全权，要趁这个机会，让王亚芳失去这个囡仔。伊家己准备3000万，要过好心，就给王亚芳。你从啥？我是来跟你讲一个好话，我甚至能跟你讲，莫你家己在等我。你讲白啥？你想跟我这样子讲，会相信你现在编的故事啊？我跟你讲。钱我嘛无爱，为你有钱无命开，我即马较爱你，我要做坏事。我就算我讲的是真的，你莫讲是看袂起啊！我唔知，我可能想要哥哥了，你我找我哥，我怕找你。今天是莫妮卡，我是三姨，我叫伊给你钱。警察电话。喂，莫妮卡，你卡来拄啊好。俺可有找另外一个人去绑架全全？伊即摆摕袂到就是这俩讲的，伊搁威胁你，伊若是无摕到3000万，伊就会将你甲正南的代志全部拢交互媒体。莫妮卡要甲伊讲。喂，我陈嘉诚。好，你把钱准备好，我随过。